是民族民间艺术学会为我们带来的京剧服装展示。那么京剧作为中国传统戏剧之一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中国传统戏剧服装俗称行头，从属于中国传统戏剧表演艺术的戏剧服装，属于协力艺术体系，是一种由生活化服装加工提炼而成的艺术服装，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历史生活服装，又并非历史生活服装，而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化服装。传统戏剧服装凭借和依赖物态化了服装美学意蕴，与传统戏剧表演的尝试性、虚拟性和假定性相匹配，以为人物的传承抒情服务为最高的美学追求目标，具有城市之美、律动之美、服饰之美和符号之美的意蕴。全面了解戏剧历史、服饰演变，考证历史上的优秀戏剧的成功经验，从而发展对戏剧服装更深入的认识，发掘戏剧服装表现形式更新的领域。几位演员他们的服装从色彩上非常的丰富和艳丽，而且从头饰上也是有众多繁琐的工艺。所以呢，戏曲服装它的色彩既有强烈对比，又和谐统一，并且光彩灿烂，极为富丽。好的，再次感谢民族民间艺术协会为我们带来的京剧服装秀。